米可白、赵奕轩、古嘉来替。然后妈妈，我为你争光了。第五十八届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得奖的是。米可白、赵奕轩、古嘉来替。仪态塑造、语调节奏，都用着极为自制的收放诠释角色，对角色前后成长的改变分寸拿捏入微，各年龄段的成熟深浅掌握得宜，成为众多角色与绵长时间轴中一抹亮眼的存在。我是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谢谢评审看到我的努力，然后谢谢牛车来去，我真的好爱你们。然后谢谢李月峰导演，谢谢张导，然后谢谢制作，谢谢他们给我添加这么棒的角色。然后我要谢谢我身边每一个演员，因为有你们，我才可以拿到奖。然后谢谢公共电视，还有。我以前是一个儿童台的姐姐，带小朋友唱歌跳舞，后来变成一个通告艺人，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演员。我真的很喜欢演戏。然后妈妈，我为你争光了。谢谢，谢谢。